什么？我们会觉得辛苦。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。事实上，不是我们活得很辛苦，而是我们想得很辛苦。我们左思右想，冥思苦想，绞尽脑汁，东想西想，想来想去，思前想后，没钱的想有钱，有钱的想更有钱，没事业的想有事业，有事业的想事业更好，有孩子的就想孩子将来怎么才能更好啊！ 没孩子的就想将来有了孩子咋办啊？一切都挺好的，就想千万不要失去啊！就算是也没失去啥，也会想健康。修行人会想我在修的这个是不是适合我啊？我是不是白修了啊？等等，我们的修行不是在找个东西让我们想，不是把这些想明白，而是让我们彻底的放下这些想。 离开这些妄想，以及由这些妄想而产生的种种情绪，然后开始觉知。我们用很多方法，就为了离开妄想，回到觉知。当然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段话，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请您记住它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修啊修啊，忽然间就懒得想了，然后就不再辛苦了。 存在的方式，我们认为事物是独立存在的，一是一二是二，一不是二，二也不是一。如果是主观来看待客观，也会发现事物都是各种条件拼凑出来的，一是两个零点五构成的，二是两个一构成的，它们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相依共存的关系。如果是主观和客观同时来看待， 那就更加颠覆了。我看到什么样的世界，取决于我的眼根是啥样的。比如色盲，他的色彩世界和别人就不一样。不同生物眼中的世界都是不同的。声音也是如此，生活在什么样的声音世界里，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耳根。气味、味道、触觉都是如此。猪和狗的鼻子比人类要灵敏得多。 有的动物能提前感知到自然灾害等等。上面的这些比喻的意思是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就是说，你生活和感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取决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生物。那么，是人感知的世界是真实的，还是动物感知的是真实的？是我这个人感知的是真实的，还是你那个人感知的是真实的呢？ 其实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，而是缘起的幻象。因为离开六根，就没有所谓的世界。因为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六根感知到的是真实的世界，动物感知到的就不是真实的。当然，也不能说动物感知到的是真实的，人类感知到的是假的。就是说，没有真实。